第一条，为整合运用医疗保健资源，有效推动癌症防治工作，减扫癌症威胁，维护国民健康，特制定本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行政院为省属，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第三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一、癌症，系指经由病理切片证实，或经其他检查、检验有效推定诊断，在临床上具有再发或转移现象之恶性肿瘤。二、癌症筛检，系指利用检查、检验或其他方法，辨别可能罹患癌症或可能未罹患癌症之过程。第四条，本法所称癌症防治包括下列事项：一、推动防癌宣导教育与预防措施；二、提供符合经济效益之癌症筛检；三、提供以癌症病人为中心之正确医疗、适切照护以及后续追踪计划；四、提供癌症末期病人安宁疗护；五、办理癌症防治相关研究；六、建立癌症相关资料库；七、癌症防治医事人员之教育训练；八、其他有关癌症之预防、诊断、治疗、照护事项。第五条，国家应提供充分资源，并整合政府及民间力量，致力研究开发尖端医学技术，协助推展临床试验，推动癌症防治工作，并应将防癌知识与癌症病人就医之正确知识纳入国民义务教育，致力于避免或减少国民暴露于可能致癌因子。第六条，行政院为执行癌症防治政策，应设中央癌症防治汇报。中央癌症防治汇报致召集人一人，由行政院院长兼任，委员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长就政务委员、有关机关首长及具有癌症防治经验之专家学者派兼或聘兼之。中央癌症防治汇报每年至少开会一次。第七条，为落实国家癌症防治政策，中央主管机关应设立癌症防治政策委员会，其任务如下：一、研定癌症防治政策；二、评估癌症防治预算；三、评估癌症防治中心执行之成效；四、订定医疗院所癌症防治医疗品质指标；五、审议癌症防治相关医事人力、设备与癌症防治方案；六、审议癌症诊断治疗指引；七、审查癌症筛检方案；八、其他有关癌症防治事项。委员会执行前项任务，应征询其他相关专家学者、产业、癌症病人与家属代表之意见。第八条，癌症防治政策委员会以行政院卫生署署长为召集人，至委员十八人至二十四人，均为无给职，应包含下列人士：一、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
二、国家科学委员会代表。三、医学院校代表。四、公共卫生学者、癌症研究者、病理、肿瘤科及放射肿瘤科医师与相关专家学者。前项第三款及第四款之委员，由召集人遴聘，任期二年，期满得连任。第四款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两分之一。癌症防治政策委员会每季至少应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均由召集人召集之。第九条，中央主管机关得整合癌症筛检及诊断治疗机构，建立完整之区域癌症筛检及治疗服务网，并得是需要奖助设立癌症防治中心及奖助医疗机构办理癌症防治有关服务措施。癌症防治中心应依据癌症防治政策委员会一之决议，办理下列事项：一、推广癌症宣导教育及癌症筛检；二、参照癌症诊断治疗指引诊治癌症病人；三、提供癌症病人治疗后续计划；四、整合可平缓病人与家属心领之安宁疗护服务；五、建立癌症防治相关资料库；六、建立转介服务网路；七、癌症防治相关医疗人员之训练；八、实施癌症诊疗品质保证计划；九、结合社区资源，积极推动社区癌症防治方案。第十条，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应设癌症研究中心，办理并整合与癌症有关之各项研究与治疗方法、诊断技术、治疗药品等之开发及临床试验。第十一条，为建立癌症防治相关资料库，癌症防治医疗机构应向中央主管机关所委托之学术研究机构提报下列资料：一、新发生之癌症个案与其别等相关诊断及治疗资料；二、癌症筛检阳性个案之后续确诊及治疗资料；三、经由病理切片证实及经其他检查检验有效推定诊断为癌症之个案资料；四、癌症死亡资料；五、其他因推广癌症防治业务所需资料。前项资料提报之期限、格式、给付癌症防治医疗机构之费用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十二条，受理第十一条资料提报之机构，应指定专人依相关法令办理安全维护事项，防止个人资料被窃取、篡改、毁损或灭失。第十三条，主管机关得是需要办理人民癌症筛检。第十四条，癌症筛检医疗机构应主动催促其筛检之癌前期及癌症阳性个案回院确诊，或提供转诊资讯。第十五条，癌症防治医疗机构应于内部成立癌症医疗品质小组，以确保其癌症筛检及诊断治疗之品质。前项品质保证相关措施之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相关专家学者定之。第十六条，国家应宽列人力与经费，确保有效推动癌症防治工作。
第十七条，违反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经主管机关限期提报逾期未提报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第十二条规定者，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前二项所定之罚款，由中央主管机关处罚之。第十八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